高强，给你们鼓气打仗，你们可千万不要出来啊！你们要守住命令，好好的打小鬼子啊！这是鬼子用的计，他想要我们出去，让我们暴露无药。现在我们出去只有死路一条，就是死也要去救。林娃子，你别拦着，你要拦着我们，我一枪崩了你！少他妈废话，谁不想救？救总得想办法吧？那得赶快想办法呀！那得赶快想。川军的弟兄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野岛连队长说了，你们在城里的部队已经全军覆灭，你们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职责。你们只要放下武器，皇军不但不会伤害你们，还会给你们回家的路费，让你们回到家乡四川与亲人团聚。你们要秉着军人的荣誉，放下武器，放弃抵抗。那这样，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出去炸墙，想办法把野岛抓住，我们拿着野岛来换老孙。这太危险了。你听我说完，你们俩从侧面迂回过去，我一动手你们就赶紧动手，这样万一失败的话你们还有机会。哎呀，李贵人是亏点是真的，我们听你的。野島少佐、俺たちはもう勝ったんだ、戦軍はもう壊滅しました、いつでも滅ぼせるのに、なんでこいつをおとりにしたんですか。殲滅することは簡単だが、抵抗分子がいる限りまだ奴らの気持ちは折れ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だ。奴らを降伏させてこそ完全に勝利したと言えるんじゃないのか。何を言えば怎么跟着讲，我去炸墙，那个女王去救孙老公。不行，让我去，你们去救。行了，近距离格斗你们都不会武功，去了也是死，正好老子的棉花剑可以派上用场，砍掉那龟儿子狗头。不讨论了，就这样。川军的弟兄们，你们这降了吧，再这样下去他不会有好结果，你们也不会有好下场的。林娃子，老子知道你平常是个软心肠，今天你可要挺住啊，要杀要剐老子就随他们来了，你们可千万不要投降！你要是老子的兄弟，是个男爷们，那就看你今天了，就看你这回了。都给我回去，退回去！啊，同志们！兄弟来陪你，扫鸡公。兄弟来了，怎么回事？扫鸡公不是死了吗？老大，扫鸡公，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兄弟来了。阿拉弟，扫地工，你来的真不是时候啊！阿拉弟。老大，兄弟没给你丢人。
老子看不清楚你，但老子能听见你的声音，你是老子的兄弟。叫他们去投降，他们是老子的兄弟，他们会听老子的。哎呦，本当に投降を勧告できるのか？你真的愿意去劝降吗？レイ、しなじみさもありな。安心しろ。帝国軍人の名誉にかけ、身の安全を保証する。这才是你们支那人的作风。我们保证不杀你们。はい。五分以内に決着をつけろ。さもなくば。殲滅する。给你五分钟时间，否则的话全部歼灭。明娃子没事吧？昏过去了，他没死。老子眼睛看不清，但是能听见你们的声音，能闻见你们的气味。老子是来劝降的，老子骗了龟儿子，只给五分钟时间。明娃子在这撑会儿，你们俩跟我去。你们俩跟我去。哎，跟我去。